欢迎来到新闻现场，来关心天气。今天台湾东半部、西半部山区跟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，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。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 北部地区基隆25到27度，台北26到29度，新北27到29度，桃园25到28度，新竹苗栗26到28度。中部地区台中28到30度，彰化27到30度，南投28到30度，云林27到30度，嘉义28到30度。 南部地区台南28到30度，高雄29到30度，屏东30到32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26到28度，花莲27到29度，台东27到29度。外岛地区连江低温18度，金门21度，澎湖25到28度。